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，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？不是的。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，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！一接触就开悟了，一闻千悟，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。一切根性当中，圆顿根性的人少。这种根性，也就是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“上上乘人”，比大乘还要难得。我们听了，心里都非常羡慕。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方法。问题你肯不肯接受？你肯不肯呢？依教奉行。那什么方法？熏习嘛。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，佛法也不例外嘛。佛法因缘生呐。怎样熏习呢？常常读诵大乘，就圆顿的经典。你常常读诵，不知不觉了，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。读诵啊，要理解，解了之后啊，要依教修行。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，你就不知不觉了，变成圆顿根性了。那就跟这上面讲了，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，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说法如此，闻法也是如此，圆人闻法无法不圆，圆人修法无法不圆。这个关键要在善学，你会学才行啊，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。什么法是圆法呢？给诸位说，法法皆是圆法。不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，就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，一圆一切圆的。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圆教大乘，那一部经是别教，那你错了，你没有圆得过来。怎样才圆呢？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。圆是真的，
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啊。正舍之际，显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，这是圆法。把圆法分裂不圆了，是我们自己搞成的啊，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，法没有啊。你说法有前身，这都错误了啊。法有高下，你全都搞错了。法是平等的，法决定没有偏圆，决定没有高下，决定没有前身。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。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，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，前身不二。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，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啊，那才叫圆呐！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啊，真的去练了。练什么呢？立一切妄想之中，啊，千佛毫光，这个千轮呢，这轮相，小注里面讲，念佛之轮。表六道一念牵入，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。这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啊，迷轮周匝了，就是经虚空变法界，是一个整体。这才是大圆满，这才是轮相的好光啊！往后都是说轮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啊。第23句，报轮好光。宝轮跟千轮是一个意思，这里面加一个宝字啊，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啊。表法里面表五道居圆根者是这个意思，可见的圆顿根性是宝啊！啊，为什么说它是宝呢？他接触佛法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般大众，这一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，原因在哪里？根性不相同啊，缘分不一样啊。
自己具足圆顿根性，遇到好的缘分，决定成就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啊，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。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，就能够成佛做主。不但是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了，叫大根性的人，立根性的人啊，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啊，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都不相信啊，或者是信了啊，他不了解，了解之后啊，不肯做啊，即使做的时候，疑虑重重啊，做得不痛快。就躲在妄想执着里头啊，那么他的得的果报当然就不一样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圆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他看事情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了，他做事情痛快淋漓利益众生，自己清净无为，丝毫不染啊，是这么一个态度啊。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，说菩萨从初发心呢，为度众生无有懈怠，处于世间住无神通，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，灭邪见邪论啊。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的，他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心地越清净，智慧就越圆满，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业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！虽然看得清楚，菩萨应施依旧是随缘啊，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你们喜欢做怎么做，那你就怎么做法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得恶报。
因缘果报，决定相应，决定不爽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，啊，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，啊，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，那就不叫随顺了。随顺是顺其自然，丝毫意思不假。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，让你听，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处，迷了随顺你的迷。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。你要问为什么，这道理就深了。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去学习，这个才叫学佛。学得跟佛一样，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。下面27，月轮浩光，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德，故能处无道热闹，以四众清凉。然此二轮，这个二轮就是讲的日月，正表大事，全实二智，照理见机。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，照理见机。实质照理，全智见机。机是众生的根基。我们平常讲观机，见就是观了，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，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。你有实质啊，道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，这是道理。离机双起，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。所以经不能不讲，不能不细讲。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，心浮气躁，今天讲经决定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。古人说话含蓄，这话中有话，你要会听，你不会听你就不懂意思。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，没有人听得懂啊，你别讲了。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，
说法，人家听了还未必能听懂。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。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那念佛重不重要呢？同样的重要，就像车的两个轮一样，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这个机是伪机，伪机到极处啊。菩萨住在世间，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，不能不觉察。你不能觉察，你怎么教人？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是在关照。那么现在是什么世界？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这个事情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反复啊，他不是圣人呐、啊。在佛法里面，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他们的确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那人家有德有行啊，有智有定，有德有能，好啊，得起正面的受用啊。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，真正是无限制了。华严里面讲的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可是对凡夫不行啊，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，他是随身烦恼啊，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？佛菩萨是智慧，智慧开放好啊，烦恼可不能开放啊。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，不让它越轨啊，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。
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看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，里面有啥道营啊？他那个啥道营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、啊。不但不度三途啊，连十法界都不度啊，那高明到极处啊。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，你要做杀道营决定多三途啊，随顺智慧事先造杀道营不多三途。什么道理呢？啊，就是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，马上关到监牢狱去了。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，没人就管他的。那是假的啊，在表演假的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菩萨做杀道营是表演，不是真的，他随顺智慧，世间人随顺烦恼啊。民主对什么人讲的？对佛菩萨讲的。你看看你这个国家，所有一切中人人是不是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可以讲民主。如果不是佛，不是菩萨，哦，那民主好危险呐、啊！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我有一年在台湾住在木栅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有40年前，我在那边讲经。那个时候我记得讲楞严经，赵恒提老先生来听过几次啊。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，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。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啊，蒋先生对他很尊敬啊。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啊。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，他在路上非常感慨的说了一句话，啊，他忏悔晚年学佛了，年轻时候无知啊，搞革命错了，啊，他跟我说错了，我错在哪里呢？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。这话我听懂啊。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啊，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啊？求啊。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。现在人怎么讲呢？马上就说要你求，我好选我，我比哪个都能干，哪个人都不如我。
真正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，不会跟人争啊。啊，所以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？人才都隐匿了，都藏起来了，决定不肯参加竞选，不可能的。啊，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为社会为众生贡献服务方法很多，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。啊，所以隐居隐到哪里去呢？隐于上，隐于公，隐于农。啊，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，服务人民。啊，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，山隐居在山林里也有啊，啊，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。啊，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。啊，所以道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，明白这些大道理了。这种大道理几个人就几个人懂得。啊，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。为什么？民主自由是潮流啊，你反对潮流了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。好，你民主顺你民主，你自由顺你自由。啊，到你走尽头的时候，你也会觉悟啊，你也会回头了。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也值得人尊敬，可惜寿命太短了。啊，也是众生的福薄，他走得太早了。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，他倡导革命，提倡啊一党专政，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一党专政。啊，是以什么？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，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，代替帝王。那帝王是一家人嘛，他一家人来管理这一国嘛。啊，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，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多党制，多党制就增了，一增就乱了。啊，孟子说得很好啊，上下交争利益，国家就危险。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多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怎样真正
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群，啊，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，啊，这是大智大仁。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。啊，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。第二十九，宫殿豪广。啊，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高大的建筑物。啊，古时候宫殿呢，在一般建筑是最高的。啊，现在我们不能够啊，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，不行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，一定要想到这个是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。那么在此地表三途超出人天，五道同归复古，啊，故现高贤之相。三途层次最低，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，这高处了。啊，但是这还不算高。啊，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。啊，五道是讲天人。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五道啊。五道同归佛国啊，只有净土。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受，啊，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。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头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。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，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。啊，净土法门最深了。越是最殊胜的法门，诸位要记住，越是简单。啊，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，五经一论呢，少才好修。五经一论，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？不一定。这六种东西，任何一种都能成就。这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，有大小的差别。啊，无量寿经大，文字多；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，文字少。啊，只有244个字，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。只要能一种啊，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。
切众生呢，遇到之后得大利。纵然是这一生，他不能完全相信，不能完全理解，啊，没有认真修行，那个真实利益，还是存在的。啊，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。啊，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，接触过，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？那个时候接触信不深，解不透，行不立，依旧随顺烦恼，还在六道打滚呢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时的善根起现行啊，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，啊，到哪一生接触，哎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觉悟了，决定不怀疑了，下定决心，这一生呢，依教修行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，就成功了，啊，所以这一生当中，能信、能解、能愿、能行。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，啊，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，啊，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，啊，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。幕后这一条，海云浩光，表生佛一如一正不二，染净同源，苦乐无异，如海水莫测边涯，如云云无分别，故知情生分别，法法调染，智入业务，事事平等，终于海云良有一夜，啊，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，时从不好归结到海云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啊，我们要细细去体会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他所表的前面放光里面大圆满光明云，啊，在第一品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，啊，那么在这一段放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，其中这味道啊，大家细细去体会，无尽的深广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了，显示无道同归净土，入净土啊，就入了平等法了。就入一真法界了，一真
就不二啊，样样都不二。所以我们现在供这个佛像啊，我们供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啊。有人问我法师，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西方三圣，他说通通是阿弥陀佛。你说是阿弥陀佛，我说不是的啊，我说当中阿弥陀佛，这边观音菩萨，那边大势至菩萨，但都完全一样啊！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，没有差别。你们供的像一差别，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。实际上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到极乐世界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吗？那么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，我跟李居士说过了，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，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，通通供阿弥陀佛的像。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阿弥陀佛你才懂，不讲阿弥陀佛你不懂啊。那是什么人呢？莲池海会呀，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嘛，一个相嘛，一个相在平等相啊，没有差别啊，相貌一样，音声一样，体质一样，皆是紫目真金色身的，这个才如法了。所以那个你所见的那是莲池海会的大众啊，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，我们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懂得的，哎呦，这里都是阿弥陀佛，只有明白的人点头。莲池海会啊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啊。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契入境界啊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啊，这个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啊，其实一个光啊，一个光现这么多色，现这么多相，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光从哪里来？从实质，正舍智慧啊，甚至般若里头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知之智是实质啊，甚至变虚空法界啊，像什么呢？像大海海水一样，遍满大海啊，那个水是实质啊。光是什么东西？光是波动。现在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啊，光波动的现象，
音声是波动的现象，电是波动的现象，波是作用啊。诸位想想，如果没有水，哪来的波呢？水上这个波浪是依水而有的。诸佛菩萨放光依什么而有的？他要没有依的话，要是这个水波要没有水的话，那波怎么形成呢？绝对没有波。所以诸位，波是全智啊，全智是一时智啊，一时智起这个光波啊，如来所发出来的音声音波啊，光是光波啊，如来我们讲了法身大师啊，他们所发生出来都是一时智啊，起的这叫光波、声波、磁波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有没有实质呢？有啊，这是平等的，这个不是修来的，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我们本来就是迷了，迷了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无明。所以六道凡夫啊，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波，那个波是依据什么？依无明啊，无明就是自信啊，迷了的那个自信叫它做无明，觉了的无明就称为自信。所以无明跟自信是一个东西啊，但是起的作用呢，它变成两种结果啊。悟了的时候是一真法界得大自在啊，迷了的时候是六道轮回有苦难无边啊。啊，佛法之可贵呀，一念觉啊，这是我跟你讲放光这段的道理呀。你明白之后啊，真的看到佛放光，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啊！这个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，你都明白了啊，哪里还要费这么多说这么多废话呢？啊，净虚空变法界，就是这个作用而已啊。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，啊，全智是用，啊，实智是体，体变虚空法界，用也变虚空法界，啊，体是静的，清净寂灭，用是动的，啊，体无相，用有相。用它有波，波就有相啊。那么有一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佛能看到，无眼圆明啊，他能看到 啊。我们今天看到光，听到声音，但是看不到那个光波动的现象，听这个觉察不到啊，音声波动的现象啊。可是我们现在借仪器能够观察得到啊，在仪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音声的高低啊，这个高音呢，它这个音呢比较密集啊，集中起来那个音就高啊，低音的时候呢，那个音就好像散啊，这是高低音的时候，利用科学的工具发现。
啊，光波呢，波长跟波短，啊，那就是一波，有的这个波啊很长，有的波呢很短，啊，这长短波的现象看出来了。长短波的现象的时候，就现在颜色不一样了，啊，色不相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懂得这个原理，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，没有波浪。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，也没有波浪。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，它有波浪，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，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，恒顺众生的。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，他就有领悟，帮助众生开智慧，原理在此地啊。然后你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，众生这么苦，是大家心发出来这个波是什么波？贪嗔痴的波啊，这个波很坏呀，而且这个波度起伏太大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在那念佛，啊，修定，啊，是我们发出这个波缓和，啊，他那个波很大，我们缓和给他一冲击，啊，当然我们的波也大了，但是他那个波度在降下了。他的降下我们起身，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了，把世间灾难再延迟了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念佛这个波也跟那个电波一样啊，传遍全世界。念佛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在此地，你真正懂得了，你就产生信心了。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，全世界人得利，不仅是自度啊。所以你真发真心、恳切的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来念佛，自利利他。你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哎呀，你关在家念几句佛，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？真有好处，社会人没见到。但是呢，他得受用，他得好处了，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，那叫迷惑。觉悟的人、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佛经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，大家更容易懂啊。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显瑞，显示这个道理。今天讲生化，讲物理，讲化学，这佛这东西全部都表达在里头啊，而且讲的究竟圆满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，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啊，绝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啊，比他们高明多了。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迷信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